坚持是执人不变的精神。有人凝神在笔尖一辈子，让文字可以永续流传。有些人专注建筑安身的住居，也有人虔诚打造心灵的殿堂。过去，宫廷匠人静心制作一部经文；现代，人心医护无私守护千万生命。宫廷中，多少人奉献一生，成就极致之美。如今，更有人在这里欢喜为文化付出。忽必勒汗清代活佛文物大展，一睹古今执人的坚持。